说是主管，但其实是经常会装疯捣蛋。我不是捣蛋，就是前夜说的，在这装的。是啊，教他。刚走两步了，就这。Thank you.
这座椅可小了，就真的。然后底下有人吗？江东大学下次有写作的素材了，知不知道？好好总结一下啊！哦，谢谢。今天参观江东大学，到时候你写作文就有素材了。到了都忙了，那可不是。下午是要读书。哇哦！张张，你是不是呀？太漂亮，太漂亮。灯光我打得好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Thank you.
拿到地球淘汰了。他那个地方你想听吗？这一溜明显没有车嘛。
问卷。你猜你这个调查是啥意思？下一个啊。Yeah.
前不是也是飞了个大龙？这里还有一个。
号挂的。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也甩了好吗？你干嘛没打这个嘛？
我打我。一口气。
三月份不是生日，两月你生日是不是不正常啊？做不到2万，然后现在上穿实际上就只有14000啊，全场男的实际上就14000啊，还有4000是那个亲属之间的嘛，就是那个。就是属于那个亲子金的那张交易，还有大概2000多，它是那个是商户和那个车位啊。三月份而且3月份跟不跟你，还有一个因为是买房子，对吧？因为那个交易。手边那个。
咱们不一样。来，又下去了，很好吃的。
老黑，咱们吃好粽子啊！拿这个粽子，来看一下。咱们看咱的亚麻，亚的吃的粽子，喂，他们都买了没有？
我是混在。居然是刚好这车也多。对啊，我有车是下去过。走啊，走啊，
是味道的呀。那你啊，经常只要吃就很近。哎，这是手烫啊，我过来帮我吃。它还是一个骆驼噻。
过的不是五八五天，哪一天过？就他们两个人呢？因为你。来，给他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
一个不生嘛。那我说必吃花草。再见。手机别放，走吧，现在出门。这边哪里截个头的照片就可以了？你不要这样子啊！月季花，月季花，月季肯定很多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当时都有去过他们那边。
嗯。